接下来潘威伦要面对的是第三棒的詹志尧，这个球打得也蛮强劲的，一个平飞球扑过去， nice play， 哇，一个精彩的美技 diving catch， 我打得很扎实了，但是右外野手小破刘福豪来个精彩的美技守备， nice play， 不愧是多届的这个金手套的一个外野手啊，扑得相当的精彩。在接球的那个球要掉下来的最后刹那，把球给接了起来了。我这个对打者来讲都会觉得很呕啊，一支安打就这样活生生被你接收掉了。